蔡奇慧视为第一，陈楚桓视为第二，陈丽珍视为第三，陈泰明视为第四，方伟杰视为第五，陈罗密欧视为第六，谢俊峰视为第七，黄凯恩视为第八，何各斌视为第九，李永和视为第十，梁家豪视为第十一，欧宗强视为第十二，何郑瑞和视为最后。